给我吧。速速受死吧！战斗并非一味强攻，请听我说，冲啊，跟上我！大家，听我的指挥。交给我吧，巩固防守，现在必须忍耐。天赐良机，上啊！领命。战斗并非一味强攻，竟然会失败。巩固防守，现在必须忍耐。速速受死吧！速受死吧！尝尝我的计策吧！失策！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战斗并非一味强攻。
前进。各位，现在正是展现实力的时候。战斗并非一味强攻，前进。大家听我的汉子的配合，前进。我还有这个方案，现在正是展现实力的时候。到此为止了吗？出发！出发！战斗并非一味强攻，这样就可以吗？家呀，出发！明白了。战斗并非一味强攻。出发！速速受死吧！战斗并非一味强攻。全军要为了胜利而胜。
速速受死吧！我有一个提案。真是缺位，点火。前进，失策。我乃孙伯符，如果爱惜，我想到了一个主意。请看我周公瑾的兵法吧，交给我吧。出发。我想到了一个主意，竟然失败了！冲啊！击溃敌人！到此为止了吗？交给我吧！前进！作为蒙古的血脉，我要击碎你！大家，听我的指挥，交给我吧。明白了。到此为止了吗？战斗的准备，这股气势会引领我们夺取天下。